巴里奥语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他们技能全交了，就我没交，我们血赚呢。哎，小心他勾你！你还有眼儿没？有啊，这里躺一个。哎呀，谁呀？机器人，你怕啥呀？他就是不让你好好打野。把他给抓住了，费点劲的。啊，好烦啊！那我里面打。回去打三狼，隔岸观火。哎，他又过来了。哎，他一级，你打他，你别怕呀，你怕啥呀？你把蓝打了。哎，真笨呐！那是我吗？我说这机器人。机器人自己劲儿不对了，哎，回家。你这红还能有？我打了，不打有可能莉莉亚过来反来了。哼，你想拿不就拿吗？还敢说什么？不是。他要是过来反你，你就更不好打了。我这都是预判提前量位移。不让回家呗，不杀人就不让回，不用你的红把他杀了，这边有你助攻，老婆，这边有你一半的助攻，没这红我都杀不了。好卡塔呀，媳妇儿，你这个猪玩的真好。再试试吧。要不你自己吃吧，
我当初也是想的，我拿第一个，你拿第二个。装掉线儿啊！你真敢呐、啊！你是真敢呐、啊！别的不说啊。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应该是让你走，他怕你，小气鬼。他说你抢他兵了。你抢呀，你来我就走。是啊，这人小气。你是不是又在吃操饭馆？不是，确实他小气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聊不上上路去。啊？那干嘛色呢？神志不清了呀，这是。我想问一下，这3333加520，再加个800能多少？养一波猪，有可能他们在打架。开个钟吧。哎，怎么破逼弟弟过来？开这个技好，这技能给我自己晕住了，不合适。虽然我能减伤，但我开一反打先杀莉莉亚就好，真他妈烦。不好意思，动气了。小鹿很开心吗？小鹿很烦，很讨厌。是不是因为我来了第二个同伴？小鹿很烦人。谢谢你的双花子。这人从哪来的呀？我咋没看见这人呢？杀完第二塔，游戏就结束。
跟我爸有啥用？还有你俩也追不死我呀，就愣追。能回头吗？可以回头啊。等着。这机器人这么硬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这机器人这么不怕死，卡萨也这么不怕死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跟我在这装什么杯？我就没懂，我就没懂，你跟我在这装什么杯？打下回城了！哇，好大呀！哎呦我快走，不走没事，我打不死你，我没有 Q 了。大人打我这疼啊，我还以为我能结束了，没有想到他还有个钉。刷野多但没用啊，你杆杆多呀，你这不是被机器人给针对了吗？一般人要是被这么针对早就不玩了，早就没有玩下去的斗志了，你这还能打成这个样子已经非常的好了。解放了，那个是不是有点草率呀？拉倒吧，拉倒吧，有点越的太狠，也是跟不上了。有点膨胀了。先杀的小鹿，要不然这小鹿跑得太快了。
嘛，你不走了吗？放你们，你们不走，那就没办法。算了，不拆了，我来波一并抽。一并抽，成功。跟着上，放心吧，你上我就上。他们看你一个人，可能可以。哎呦，你这反应很快呀、啊，这大招甩这么快。要我说，我们先别追，没到六点钟。干一波啊！先把这高地塔推了，进上当了。